的是不会。
我是同志，你根本都搞不清楚谁是谁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阿珍，你是绿色，所以你要去打，我是阿珠。我要打谁？我怎么？你要打绿色，外面有一圈绿色的东西的。我要打绿色的。对。啊，没有绿色的就不用打，是吧？没有绿色的，白色就是要一直打，然后。你要等他攻击你。没有，打白色就是要一直打。这是第一关的吗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对啊，这才第一关。好吧。嗯，这反正这个就是可以升级我的。这么远啊！因为啊，我是疯的，人家是南方
我要走过来，然后要讲路径。那个，那个干嘛？我过去。乱走。对，乱走。我这边等我一下吧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过去了。什么乱走？没错，那是从那。我来，我进去了。你们太慢了。什么乱走？我都进去了。就是，哎，我很多可以到那里。这个有这个。虾米。啊、我怎么穿过墙壁了？哎呦，哎，谁要进去了？谁要进去了？不要再进去一次。所以我要离开，我要去哪里？好，走下去。快啊，快走，我看不到路了。我来了，叫我，叫我。现在呢？我去。但如果不救他，然后直接跑走了，他会那这样不要理他了。
快了。啊，就一直跳，我一直用大姐。冲啊！你说按 X 是什么？先跳过对话，东方。X 哪有 X 啊？右边是什么？右边是大姐啊。啊，上面呢？上面是抵挡。抵挡。我怎么会打飞？这是王朝，他直接把我撞飞了。王朝过来跟我说话。这是牛魔王是吗？后段翻的真的不用。米诺唐诺。OK， 接下一个。他怎么过了？这关是王。是聊天关。这关是小王。小王。我要解锁我的手套。
旁边还有一个地方。哇塞，你用两台的照。他旁边有一个拉拉拉的照。对，我赶快叫你。这个啊，你要说吗？拿来，不然他怎么还是放在？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地方，对，没错，我就是喜欢那。嗯，我先来讲这个比较简单。好嘛，你洗一下。绿色。改绿色，走慢了。你走太慢了。哪有？我都超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有宝贝。是谁？是谁？是你。对，说走太慢，反正洗了有点白花。那个要闪东西，那个要闪东西，那我们家闪东西就好了。所以你们都可以练别枝啊。对啊，我们都练别枝啊。我练自己走，不会练那个受伤兵啊。我走马上就死了。哦。还有开心的张路哦。然后我练自己走，不会练受伤兵。那为什么在地上还能走来走去？我还练我的功。那救可以救他啊。身体上还能爬来爬去的，因为他只是走，然后等靠近他按左上方按一下，他就会复活了。可以救了，复活，但是这个就是他每一秒都会扣一滴血，躲避球的概念。其他都是攻击的。哎，那个重装兵，如果有子弹飞到那个攻击手，就是红色的话，红色只要按上的话就可以反弹。我再连续三颗。这个游戏蛮好，就是它没有设定，它原始难度是高的。等下什么？也没有说分。所以现在玩的是高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它原始预设值就是比较难的。帅啊，真才适合。除非你去挑简单模式，它预设值这么难。没有啊，这技术要好啊，就是躲避球的概念。再次五颗，我这边那个下太多，你可能躲在那个角落没有人理他。太嗨了吧！不要这样，好难啊！这太好玩了。都太难玩了。爸比，那个机器人是我们有几个？我们像我有四个人，机器人就会有四台。然后我上次只有三个人，所以机器人就只有三个人。难度也会变高。比较多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。
危险！你要买那个。